今天是2022年1月12日，周深的新歌《My Only》上线两天了，目前在腾讯音乐有你榜的实时榜中依然暂列第一位。不过与第二名相比，周深的新歌优势并不十分明显。喜欢周深这首歌曲的朋友们，可以去 QQ 音乐找腾讯音乐有你音乐榜，多听、多推荐、多收藏，希望能够拿下好名次。这么好听的歌曲，值得更多的人拥有，这绝对不是客套话。君不见，连央视频道都在推荐周深的这首《My Only》，妥妥的让人怀孕的歌曲。当然，小编也不是一个偏心的人，小编绝不会忘记，今天也是周深新歌《念归去》发布的日子。而且歌曲一发布，热词周深晋升成《念归去》MV 就登上了热搜榜，而且这首歌曲已经进入到了腾讯音乐有你榜的实时榜中，目前暂列第13位。不过上升速度飞快，进入前10名问题不大。周深对歌曲的演绎就是这样，感情把握得异常精准，通过自己的演绎可以完美的诠释一段剧中情，让人有种想追剧的冲动。另外，周深飞行加盟的抖音综艺《很高兴认识你》第2季，相信大家都已经看过了吧。小编看过之后尤为感动，不仅仅是因为看到各行业的艰辛，同时也是因为深圳对于小编而言有太深厚的感情，可以说是小编的第二故乡。跟随周深的脚步，小编无比感慨，眼泪也开始蠢蠢欲动。当然除此之外，但凡周深加盟的节目都少不了要来一段歌曲。周深再一次现场清唱了歌曲《光亮中细纤》的部分，果然还是 CDG 的音质。视频的最后，小编再说一下春晚的事情。到目前为止，央视的文联春晚和北京卫视的春晚已经基本官宣，江苏卫视和湖南卫视可能也不远了。近日东方卫视的主持人林海在自己的社交平台上再次爆料，周深已经加盟东方卫视的春晚，这基本上应该算是官宣了吧。这次的爆点真的是不亚于上一次爆料飞行加盟我们的歌第二季一样，真的是太让人开心了。周深目前保底有3家春晚，最终可能有4到5家以上春晚。这里小编说明一下，如果周深真的能够加盟湖南卫视小年夜的话，不严谨的小编还是把它划分为春晚的阵营了，毕竟都是春节期间的节目。你有在支持周深的新歌《My Only》吗？新歌《念归去》你听着如何呢？你如何评价《很高兴认识你》第2季中的周深呢？欢迎留言评论，同时也欢迎订阅我们，每日都有精彩更新。